什么情境下大师兄会出现？就打怪物的时候很疯狂，他会见到所有的人都会，就他入魔了嘛。所以在那样的时刻，你也是面瘫的吗？入魔的那种感觉。有请面瘫男神给我们示范一下，要一个入魔的那种感觉。就可能是这样的感觉。有吗？有吗？有吗？我觉得今天的节目可以做到这里了，好吗？不是聊控制自己，不要了啊！不要再这样了。我现在心跳有点，我觉得已经不是200、300的问题，我觉得是有点像零靠近了，你知道吧？没关系，一会儿让大师兄人工呼吸。人。那最后呢，我请各位，因为你知道演英雄嘛，很多女性观众都会特别特别的痴迷，然后我想问大家，用两个词或者三个词形容一下自己身上，你觉得最能 catch 到女性观众，就是那个被吸引的点，你觉得自己身上是在哪里？哎，你为什么笑啊？我觉得我就是比较让人家容易记忆深刻，有很多的点可以让大家记住。对，会让女性尖叫一下就记住了。就上次一样啊，你记住我了，这次你又记住我了。好的，对不对？我谢谢你。对，就他入魔了嘛。所以在那样的时刻，你也是面瘫的吗？入魔的那种感觉。有请面瘫男神给我们示范一下，要一个入魔的那种感觉。可能是这样的感觉。有吗？有吗？有吗？要做好保护措施啊。嗯，对，就配那个，匀你俩表保镖给我。下次派那哥们儿来，你带花臂给我旁边，你说看一下。每次都要下一下。